近日，福州市教育局、福州市体育局联合印发《福州市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，要求切实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体育锻炼时间不少于一小时，同时提出要逐步实施体育家庭作业制度，鼓励学校根据学生体质健康实际情况，布置有针对性的体育家庭作业，促进学生养成终身锻炼的习惯。10月19日，记者就此展开采访。双减政策实施以来，中小学生的运动时间长了，家长也更加注重孩子身体素质的养成。但是，家长们普遍认为运动时间还不足。在家长们看来，实施体育家庭作业制度十分有必要，确保中小学生每天有一小时的锻炼时间，从而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。我觉得不够。因为主要就是在学校上体育课嘛，在家里可能老师没布置，基本上不怎么运动，形式不重要吧，主要比如说每天都能让他运动一下，我觉得就可以嘛。不管是课间啊，还是说课后啊，或者周末啊，我觉得都可以啊。我觉得如果有布置，还是这个还是推广起来还是蛮好的。鼓励他们，多运动，小的时间接触这个。电子游戏这类的东西，现在我们大人都开始健身了呀，小孩子肯定从小开始培养，对自身的各方面的发展都比较好的。挺好的，这又可以锻炼那个身体，又可以那个就是休闲一下吧，要放松一下，给他一种坚定吧，有坚定的毅力那种，比较坚持。体育锻炼贵在长期坚持，要保持良好的健身习惯。谈及体育家庭作业以何种方式开展，不少家长孩子都提到了跳绳、跑步等运动项目。比如说跳绳啊，或者就是跟家长打打球啊之类的，或者自己一些比如说球类的，我觉得都挺好的。兴趣班不是光光是大脑益智课啦，我觉得应该多布置一些，搞一些足球啦，体育啦，篮球啦，这些搞一些团体活动，我觉得小孩可能参加的更好一些。安排一些就是比如说骑车啊，然后篮球啊，以及游泳啊之类的。想要什么样的运动，像跳绳，那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，因为晚上如果要出去的话，可能照看也不是特别的方便，而且小区的环境可能也会有很大的一方面的这种因素吧。对，就是说最好是在家里可以完成的。我希望作业少一点，运动多一点，跳绳有跳一会儿，我觉得会很舒服。采访中，家长们建议体育家庭作业应该科学化、人性化、个性化，重实效，切实让孩子有时间、有精力、有意愿去运动，从而爱上体育家庭作业。